OK，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水的部分，然后看一下，1到40格，所以我这个还蛮快就结束了啊。来，现在这边呢，这个水感觉还 OK，哦，这个只是预览而已，实际上水的成像哦，必须要用这个。哦，这个是就是这个水啊，会被 render 出来的地方，哎，这水是 polygon，可是它也不是 polygon 哦。我们之前有用 Olympic 把这东西解出来的时候，有遇到 polysoup 的问题哦。那时候我说过，那个东西是来给水用的哦。所以 polysoup 是一个什么东西？polysoup 是一个可以快速被电脑所读取的一种比较快的 polygon 的版本哦。因为我们不需要读每一个点线面的资料进来，我们只需要让它看起来像 polygon 那样就好，所以这个东西叫 polysoup，它有点像是 package geometry，哦，它把它打包成一个 polysoup 的这个一个东西，那里面有多少点、多少面、多少线我不管，它只要能 render 出来就好。好，到这边没有问题。那接着呢，哦，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 flip sim 里面的一些参数。flip 点两下进来，哦，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调整它的精度在这边。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让它弄出来到外面去做一些控制了哦。那 close boundary 就是会把它怎么样，就把它包起来的啊，就是把它边缘包起来的，就是让它不会水漏出去的啊。我不想要，所以我让它打开开的。然后它其实其他的东西都没什么东西啦。来，我们简单看一下啊，来 physical 哦，从来不调 collision 从来不调。然后 particle 只改 visualization 成 particle，其他也是都不调。surface 从来不调，velocity 从来不调。它 surface 可以在它 velocity 可以在这边改 scale 哦。不过在这边改 scale，我不做这种事啊，哦，因为我在哪里改 scale，这里发生的问题在上一层改，哦，所以我的 velocity 会在外面就先做好，因为我太多地方改，我到时候别人接手我的档案，或者是我要跟别人协作说，人家不知道我改在哪里啊。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尽量让这些东西都不要改到在外面改，哦，这样接手你档案的人也知道说啊，原来这个地方是在那边呢，啊，好，那没问题，然后他就会了，其他不怎么改。collision 有些人会改，可是我也不喜欢改，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改，我们知道可以在外面改，那我就让他在外面改就好。哦，collision velocity 也有人在这边改 collision velocity，因为 collision 跟 collision view 是不同的东西，collision view 我在哪里改，我也在外面改。不在这里面改，哦，我不想让他们有一些，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改哪里，啊，你外面给了2啊，里面又给1.5，那到底是怎样，就没人知道，哎，或这样的话会有点可惜啦，哎，所以我尽量不要做让我的伙伴会有误会的设定或调整，这样，pressure 从来不改，source 不改，density 不改，viscosity。Viscosity 是粘度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在明年或者今年的夏季班，我会讲岩浆的部分哦。岩浆也是一种水，岩浆这种水呢，它就是要把它当做有粘度的水啊。那你把它当做有粘度的水，那你要给它一个参数叫做 viscosity 啊，就是 viscous，就是粘稠的感觉啊。的名词叫做 viscosity，viscosity 会用到啊，一定要用这个东西来做控制啊。divergence 从来没用啊，就这样子。好，我们如果要加 viscosity 这个参数，要加在哪里？是要加在 particle 还是要加在 volume？这个东西呢要加在 particle 啊，很多东西，因为水的 volume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表面，就是 surface 跟 velocity。除了这两个之外，很少有动到其他东西的地方。我们要用 viscosity，我们就必须要在 solver，然后这里面有个 solver。你看 solver 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顺便讲一下。substeps，如果你水动很快，make substeps 要开高一点，让它格跟格之间多做一些运算。CFL 是格跟格之间它好像移动的一个距离啦。其实我都让它留预设就好。timescale 绝对不动。
如果你要动态 scale，我建议啊，有些人会想要做慢动作的水。慢动作的水在广告跟电影很常出现。你要做慢动作的水，你可以调这个吗？绝对不行。那你要调哪里？你要调 FPS。你要把这个东西当做真实的慢动作摄影。哦，有那个，打个比方说啦，哦，就是奇异博士，他不是可以让时间变慢呐、啊，哦，我们拍广告不需要叫他把时间变慢，我们只要把摄影的时候的帧率改变就可以了。帧率在哪里？FPS，你要10倍慢，就让它变240，改这个才是对的哦。我要变慢动作，改帧率。可是有些人可能会问说，啊，我要一下快一下慢，要怎么做？你要做一下快一下慢，绝对不能把这个一下弄多一下弄少，全部统一做慢动作。哦，全部统一做完慢动作之后，把档案交给导演或者交给剪接的人，跟他说你要调快调慢，统一用这个慢动作来改。因为有时候他忽然间调慢调快，他改发现他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在慢动作发生时间在比较后面一点，那我们不就要重算？那我们就把自己搞死。我宁愿多算一点，让他自己改哦，因为他只要改那个他在 comp 里面改会比较快这样子。所以慢动作一定要这样做哦。好，以上就是这样子哦。Particle motion 这个要改哦。如果啊，你要你的这个喷出去这个粒子啊，哦，死掉的话，那你就要把这个 H particle 跟 V particle 要把它打开哈。这个 H particle 它会给这里面 particle age 参数，就它产生的时候，它会有年纪啊，我0岁，我1岁，我2岁，我3岁，我4岁。然后如果你用 rip particle 的话，就是怎样，会 kill any particle age attribute is greater than life attribute。这个我们在哪里讲过？在好像在做破碎的小碎石的时候讲过，对不对？就是阎罗王生死簿上的阳寿跟你现在的年龄的差别，在这里一样也有这样的参数哦。好。如果你要它死掉的话，这两个用得到。啊，你没有想要水死掉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不用用。哦，residing 是来做海洋的时候会用到，就是有时候那个 particle 边边角角地方，它水不够，它要帮它自动做填充的动作。哦，这我们之后讲海洋再讲。Separation 我从来不用，因为这个东西做完之后水会太像水珠。哦，我不想要重新模拟，所以我直接画图给你们看哦。如果你有现在碰到一大堆水长这样，你把 separator 打开之后，对不对？你会发现你的水变成这样。哦，也不是不好啦，只是看起来就是跟我想象的水不太一样哦，水珠感太强就我也是不开这个的。droplet 我需要这个东西，什么叫 droplet？Droplet 好像是露水还是水珠的意思啊，哦，可是其实它就是边缘人的意思啊，哦。什么叫做边缘人？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没有 cache 好的，我们直接来用 cache 好来看。我这样东西容易抓出去，对不对？来，谁是边缘人？就他边，像我们动画蛮多边缘的，我有时候会以边缘人自居哈，哦，像我们这样子就是叫做边缘人，周围没什么朋友，然后哦。像这种就叫 droplet 的参数比较高的，像这种聚在一起的，就有朋友的，啊，有朋友的，这就是边缘人参数比较低。啊，像这个，啊，像这些都是属于边缘人参数高的，啊，那它会得到比较高的 droplet 的参数，这有什么好处嘞？就是当我的水的模拟啊，水珠感太强，这很常见哦。我们水泵出来之后，对不对？会很常出现这种东西，这种水珠感太强的时候，对不对？它可以把它做个消弭，哦，让它变成这样子，就不要有这种水大颗水珠跑出去，哦，它可以帮你把这些东西把它消除掉，所以我可以限制说，droplet 很强的时候就不要 build mesh 或者直接删除，哦，这是可以做到的，哦，这是 droplet。天女散花你想要保留也可以，哦，让它以水化的方式出现，一样。好，哎，哦，再回来啊，来，
Droplet 我会开，Viscosity 你有开的时候再开，没开的时候啊，哦，就不需要。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一个小小测试哦。现在我把 Viscosity，不是，哎，这是 Vorticity 啊，讲错了。然后，哦，等一下，看错，对不起。Vorticity 是什么？就涡流的意思啊。什么叫做 Vorticity 啊？来，我现在这边呢，哦，有一盆水，然后我有一盆水，这个水呢？上面有水龙头，它灌水进来，然后所以我得到一个像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哪里会产生 vorticity？哦，就是这里哦。哦，来，因为它水这样进来，它不会产生 vorticity。可是当水撞下去的时候，它打了一个圈，你们它会这样打一个圈嘛，对不对？像砰，水不是都会这样子？打圈的地方。就是有 vorticity 的力量，所以 vorticity 我们解释为漩涡哦，它打个圈哦，那就是有 vorticity，所以 vorticity 我也要，因为 vorticity 可以帮我们在材质上面偷偷加一些东西啊，哦，有时候我们需要有 vorticity 让它变比较白，这样我们就不用真的去模拟水下面的水泡了，这样 rest 就是记得它的 UV。如果你有这个 rest 的话，对不对？理论上来说，可以帮水加 UV。那有 UV 之后，我就可以偷偷加一些细节，比如说 displacement 这样子，所以也可以开了哦，都可以开啊。这三个我觉得都可以开啊，这个不开啊，因为会看起来不像水。可是如果你有案子是客户就要看到水滴，那就给他加哦，给他加没关系。啊，body motion 就会讲到我们刚刚的，来看一下。这里面 collision 啊，理论上不改。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啊，就是 stick on collision 啊。stick on collision 就是你希望你这个水啊，哦，表面这个主要的水，它会粘在它碰撞物上面，那你就可以把它打开。可是我不喜欢哦，因为我实际上我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对不对？比如说船或者是河流的两岸啊，哦，我希望它有沾到一些水。可是，如果它沾水的话，它会出现我刚才说的那种水珠问题。因为如果你的水珠啊长这样子，啊，人家看了就会觉得粗细，对不对？那如果你这边有个表面，它水泼上来了，对不对？啊，最后残留物长这个样子，啊，最后残留物都长这样，一颗一颗的，然后甚至有这种，哦，因为它的表面太靠近，然后粘在一起的，非常不好。哦，人家看到就觉得，嗯，这怎么回事？哦，所以我宁愿让它不要粘上去，而产生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weight map。weight map 就是潮湿贴图。哦，我宁愿让它有 weight map，因为 weight map 比较感觉比较细致，而且 weight map 我会做，就是随着时间慢慢变干，这样效果。其实我们之前在做。Solver 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讲过这东西？它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好像在之前的课吧，我有点忘记了。它会有慢慢消失。其实 Waymap 的产生就是用 Solver 用 Solver 可以让它慢慢消失。我今天上课结束之前，我会给你们两个教学你们可以先去看一下水的材质应该怎么做，好不好？那个是很通用的用法，基本上大家都这么做的。我先记着，不然我会忘记。刚刚好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是要把水的材质变白，是不是？啊，等一下这个小教学你们看了就会了啦。我先看一下是哪个同学问。
滑下来的水大部分都变白色，对，这就是把 vorticity 改的一个方式。那水会黑黑的，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个那个吸星大法啊，把湖底预设的材质干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好，way map 还有什么？然后就这样子，好，所以。Stick on collision，我以前喜欢开，我现在不喜欢开。Vorticity 要把 enable，它才会有粘稠感啊。那这 vorticity 的这个粘稠感呢，它可以 vorticity by attribute，它现在就叫做不 viscosity 对不起，哦，我常常把这两个字讲错。来 viscosity 哦，粘稠度啊，粘稠度 by attribute 是 viscosity。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那个 uncopy。在外面做，把它补进这个 viscosity 怎么做啊？我们有点点嘛，对不对？在这边，这边有很多点，我就在这个点目前只有 p 跟 v，所以它没有什么那个参数。少了一个参数，我给它一个 dollar，这是一个 flop run over points，OK，这也是对的，等于比如说来个10000。好不好？现在再回来，它就变成一个有粘稠度的水。我其实，其实可以给它一，也在这边改就好。来，给它一。这个你可以用一，那你也可以怎么样？来，还记得我们之前有做过沙子的吗？对不对？可以给它一个 HV4，用颜色改。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它就会一下喷出有粘稠的，一下喷出没粘稠的，会蛮好玩的哦。用 HVO 接我们之前用过的那个招式，就比如说叫做 vector to vector four，对不对？把它接进来，随着时间而改变，然后 AAF，这边用一个 noise，然后把它给它到 CD，有这个 CD 之后，我再把什么 CD 的颜色喂给它，让它介于0到1之间，这样就好了，哦，蛮简单的。如果忘记的话，去复习 Python 上面有我们之前的那个做沙子的那个课哦，去复习一下就好。好，现在 viscosity 已经有了这个参数，那我们现在回来这里看一下，就给它乘一个很多很多零。现在有没有看到水已经不会散出去了，而且还粘在一起。把它粘在一起。这边的话哦，我需要把这个壁打开啊，哈，我需要把这墙壁打开，不然的话你不知道它有多粘。来，它一开始也变出来了，可是它就不会贴你上画，你看到？而你看它还整个粘住，它整个粘住，因为它现在变得像哈尼一样啊。vorticity 在这个地方，它也有一个相应的数字啊。这也有一个相应数，你可以做巧克力酱，可以做蜂蜜，都是用这样的材质，用这样的方式去做。那你要去看，我不太确定湖地里面这个单位是不是那样，不过它其实是有个表比如说这个，它会有个表，它有个表就是它的 CP，这叫 center pole pulse center pulse。它就是讲了一些牛奶啦，还是什么的，它的粘稠度是多少？我以前都会照这个表啊，可是我对你好像没有，并不是完全跟这个表一样啊。你看，它有 1% oil in water，还有这个 milk，cream 是多少？植物油，还有什么 honey，我超高的，有没有？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相对的数字啊，所以我不好说。Mayonnaise 就是那个。这个是什么？这个很好吃的，忘记中文叫什么，美乃滋啊，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它的比例，预设因可能就是 water，不过因为湖地里面单位都很奇怪，比如 temperature 都是什么1到4之间，所以我不太知道它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玩玩看，然后我之前有说过会做有细节的东西的人是高手。所以水的细节怎么做？就是
会有一些粘稠在一起，然后有些没粘稠在一起，或是有些水花散得很开，有些没有哦，要去掌握这个变化度。好，那这个就先留着让你们自己去玩吧，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做水，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把 viscosity 打开，density 从来不开。air 可以用哦，它会有一种好像是那个啦，就是这个要这个是那个。如果你有一个水瓶，对不对？那你有一个水瓶长这个样子，不好意思，画得太烂了。你有一个水瓶长这个样子，对不对？啊，水里面的这个水跑出来了的时候，它不是会有一些空气会跑进去吗？好像就是这个，哦，好像就是这个，这个。我有时候会开，我有时候会开。Divergent 我没有开，Surface Tension 表面张力，以前我超常开的，就是我希望它表面凝集在一起。可是我后来发现开太高会有又做出水珠的感觉，所以我不喜欢。Solver 预设的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下面这个全部打开，我都预设都是这样。第一个是那个，好像开 OpenSea 不开 OpenSea 的话，这个就没有用了。这个是那个，如果你有四核心以上的话会加速啊。现在基于电脑中全部四核心以上吧，所以这个有开跟没开，这一定要开的啊，应该预设就开然后这个是那个 solver pressure adaptivity，就是它是会自适应的去 solve 这个压力就它可能有一些像刚刚那个水啊还是什么，它会自反正开就对了啦，因为是开的水比较好看啦。用 OpenCL 就是用你的 GPU 来去做加速，可我之前讲过了用浮力法用 GPU 加速并不会快到哪里去，可是有时候我还是会开啦，因为水然后运算到最后几格的时候，然后通常都会超慢的，如果你可以让它快一点，就让它快一点吧。好，大概是这样。Narrow band，Narrow band 是一个蛮新的东西，以前没有。我以前的同事，我以前在 Scanline 的同事，他后来不干了，因为跟老板北上，他回去教书了。他做了一个东西叫 Narrow Band，是什么意思啊？这边有一些水，对不对？那水是不是都好多好多个粒子拼在一起的，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觉得如果我要用一整坨的水，那这些水都是超多，但不是很笨吗？对不对？那下面的话，我粒子不需要那么多，我可不可以粒子那么大？越上面越小，在上面更小，可不可以啊？对耶，可以这样子耶，这样是比较聪明的做法哦。它这个理论不一定真实啊，可是就是，那最后呢，可以让它怎么样？让它只运算这一层皮，只运算这一层皮，所以理论上是不是会快蛮多的？其实没有，我弟没有做好。理论上快应该会快蛮多，可是快不了多少，有时候还变慢，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我跟你讲，就是，适度使用，我不一定开的，我不一定开，distribution，这个是那个分散式运算来，假设。假设你有很多电脑，你做了一个瀑布，做了一个瀑布，然后瀑布又有流水，像这样子，分散式运算可以帮你把这些这样做切割，好几台电脑一起，可是我记得没错，我用 day night 做没有，就是有问题。你应该用 HQ 来做，HQ 是 Houdini 内建的一个 render 管理系统。可是因为我不是只有用 Houdini，我有时候还会用 Maya，有时候用 Next，所以我就有点不想要用 HQ。然后我以前的公司也有用这个分散式运算，可是我们发现，就是你一台机器假设算10个小时好了，一台机器算10个小时。然后你用四台机器或六台机器好像只快一点点，可能快20%左右。所以到后面不如
如果你有很多个镜头的话，你就每一台机器都去算，就是一个镜头，这样还反而比较有效率啊，因为你占用了6台机器，结果只算快20%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我也很少用，因为你用6台机器就算一个镜头只快20%，那干脆6台机器去算6个镜头就好，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不用，好。大概的这些参数就是这样子啦。其实，如果你 source 做得好的话，这边是不怎么需要调的啊。有一个东西哈，所以啊，velocity transfer 用预设式复利法，这个有一个叫 APIC 哦，APIC 法是什么意思啊？APIC 法会让你的水比较有纤丝感就比较弹丝一样这个纤丝感在做某一些广告的时候很有用。因为它水会有点粘稠度，也不是粘稠度，就是它水会连在一起，你们可以玩玩看哦。因为有时候我觉得 Epic 法比较好，OK，然后其他的话我就都让它预设就好了，不怎么需要调。现在的这个 Flip 已经做得蛮好的，OK，大概是这样哦。在我们接下来继续进行之前呢，我们先来赶快，很快的来做一下水花，好不好？水花严格意义上来说，你只需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里面有 surface 跟 velocity，对不对？来，surface 跟 velocity，我们要现在根据 surface 跟 velocity 里面有的东西去做一些处理但它现在是没办法看到有什么东西，可是它读得到它的场域就可以了。我们只需要把这场域连过来，跟它说我要用一个东西叫做 source，什么 source 啊？你看，我们之前才用过 flip source，我们现在就要用水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Y water source，Y water source 预设呢，它就可以帮你把这东西读出来。目前你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对不对？这是正常的，因为它预设是以读 volume 的形式，你会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通常会在 visualization 里面把这个 volume 关掉，来请它用点的方式呈现。你看到，它现在出现 RGB 3个颜色的点，分别代表 curvature、acceleration 跟 vorticity。vorticity 现在就很重要。Vorticity 就是它打圈程度，acceleration 是什么？它的加速程度，curvature 是什么？它的曲率，这是什么意思啊？来看一下，再画个图。这个水现在这样变出来，它长这个样子。它长这样假设它从这个地方变出来现在这个地方。哪里有比较高的 curvature？哪里有比较高的 curvature？来，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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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curvature 会在这些有皱褶的地方产生 particle。那哪里会产生 acceleration？就是它刚刚水喷出来这个地方，或者它水加速的这个地方。会产生 acceleration，哪里会产生 vorticity？vorticity 就是它水可能打到墙壁的时候，在这边有墙壁，它水打到墙壁，对不对？它这边就会产生大量的打圈的 vorticity，所以你要去斟酌要斟酌使用。通常啦，我不用 curvature 因为我觉得 curvature 有时候产生出来的水很奇怪。Acceleration 它加速，它本来就应该要产生水花。Vorticity 代表它撞到东西，或者是它打圈了，那它应该要有水花。这我都同意。Curvature 有时候我不希望有 curvature，因为 curvature 产生水花，我觉得不合理了，就这样子。好，我这样弄完之后，对不对？因为产生的点呢，它会去读这个 volume，所以我就有时候会有点慢，所以通常我会把它 cache 起来。这个 cache 我叫做 RW source。这个我先 catch 起来，因为它只有40个，所以是处理比较快。哇，beautiful！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刚刚改了一些东西，因为我等一下我想要让它下课之前，我们来跑一下比较长版的，所以我现在需要把它做一下调整。就不用 close，
那这个等下我要把调精度高一点。那这个的话也是，然后我现在就需要再做一件事啊，我把这两个东西合在 dot 里面，我现在做一个新的 dot network，这个新的 dot network，我先把这 source 连进来，再把这个 clip 连进来，那这边我就要 wwsync 点进去，然后给一个什么 ywater 的 solver，都帮你做好了，再给 ywater。object 就这样完成了，好不好？所以你不需要 gravity 啊、哦，因为它会去读取你的 volume，你的 volume 里面已经有承受 gravity，那就不要再加了啊、哦，不然它的水花会承受双重 gravity，所以会错的啊，就让它用预设就好了。好，这里呢，这个 white water 啊、哦，你仔细看，点两下进去，哇，好多好多东西哦，不要害怕啊、哦。我们看最下面是什么东西？是 pub solver。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 pub，所以其实你可以用 pub 呢，自己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white water。很多人都这样做，实务上很多人都这样做哦。这个你还是可以保留，因为它可以快速的帮你产生一个底层的水花。那你要克制的水花，比如说撞到石头说额外的冲击感的水花，那就额外去做啊、哦，额外再做。通常都是 mean surface 啊，特别是在做海的时候，mean surface 不需要太多细节啊。比如说，我一艘船在这边，对不对？我的 mean surface 就是我主要的这个 flip 的主体我不需要太多细节，就这样就好了。然后我在上面加 displacement，所以它会产生很多小细节，对不对？产生很多小细节，这些都可以用贴图，这样的话你可以。很快的拿到一个很完整的 layout 哦，特效 layout。那这个特效 layout 呢，可以让你很快速给导演看一下，说你要不要这些东西。那、啊、等他导演确定之后，对不对？你再给他加水花，水花你就可以用很多种方法，因为水花其实是很快的。你用这个方式水花不会很快啊，因为这个方式水花我觉得很适合做这种海上的这种底层的水花。你要做这种亮起来的水花，要另外加。比如这边我要给它 bang 起来，我就给它另外加，哦，所以我这边会有个水花 A、水花 B，还是水花 G？为什么要 G？叫 generic 的通用的哦，generic 的 white water。然后剩下这边，比如我这边再加一些，啊、哦，那我再加一些。有时候它屁股自然而然会翘起来一些水花，那就不好看，那直接把它砍掉，对不对？最好是一层一层加，然后叠很多层在一起，因为有时候导演或客户会说，哎，左边要弱一点，右边要刻录，右边要弱一点，然后左边的要强一点。那这样就傻了嘛，对不对？那你不如啊，把它全部分开做，这样他要改的时候啊，改的比较轻松啊，哦，就这样子。这是客制化的水花，我们之后会讲。现在先你们先了解怎么做基本水花就好。好，所以呢，现在这里面呢，哦，这个预设的这个 white water object 不改，哦，这只是菜单而已，主要是在调整这边。这边的话可以这样子，volume source 是什么？哎。我们之前好像有用到，对不对？来点一下它，是不是就是我前一个接口？可是这边的话，它并没有告诉我说哪一个接口，对不对？它只能选，它不能直接用它的接口。哦，不好意思，喝个水。然后啊，这边有个 emission source，这个 source 就是我们之前计算的点。这个 source 就是我们之前计算的点嘛，所以 volume 跟点都在这边了。那我们要怎么叫进来？来，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程式，可以让它叫进来，点两下。哦，这个点就是要用 tab 上面的哦，点两下。可以这样子哦，op input。哎，op input。看。刮胡，先跟他说用点就好，然后再一个这个，然后跟他说这个点就是自己了哦，然后再跟他说第几个接口啊，第零个接口，然后再给他一个这个，哎，这样就进来了。那我们点一下看一下是什么，我就得到这个 object set up white water scene white water object，好像哪里怪怪的，对不对？好像哪里怪怪的，说不出哪里奇怪。说不上为什么，就觉得哪里奇怪，好像连到了
这个节点本身，对不对？哦，这个节点本身的点一二三四，哎，不是，我要外面的，对不对？我要外面的才对啊，那怎么办呢？来，等一下啊，等一下，这边这个点是代表自己，然后呢，我就给他一个点点斜线了啊。现在中间点一下，有没有看到？Object setup white water source。哦，sorry。White water source 就在这边，搞定了 太棒了！所以我们得到了哦，这个点点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有些同学可能不知道，我就稍微讲一下了哦。来，command，我现在啊，哦，这是个电脑的基本的了哦。我现在这个东西有一个，就是 C 槽下面有 user，里面只要 render，对不对？如果我要它回到上一层，要怎么打？我要它回到上面，我就打 cd 空格点点，这样它就会回到上一层。啊，这是一个电脑的一个基本的知识哦。那我现在在打 cd 空格，然后 render，它就会到这个资料夹里面。我可以留 di 啊，我就得到这些有的没的嘛，对不对？我得到这些有的没的，有些是资料夹，有些不是。好。那我要它回上去两层怎么打？我就打 cd 空格点点斜线点点，再回到 C 槽。所以你现在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吧？哦，点点斜线点点啊，啊点就是自己。如果回到 cd 空格 users 斜线 render，我就到这边，然后打 cd 空格点，什么事都没发生，因为回到自己这边啊，就这样子。OK。啊，这是一个基础小知识，所以我现在可以把这东西 copy，在这边跟他说，第零个接口是第一个接口，那第一个接口就是第二个接口喽，没错，点一下，free cache，哎，好像弄错了，来把它旋转一下，这样就好了，你可以按 shift 啊，把这两个做交换，啊，因为第一个是要 volume，第二个才是要用点，所以你看，第一个就是第零个的意思。然后现在这个 emission 就变成 white water source，这样就搞定了。我们来跑一下，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好不好？水花就这样跑出来了，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水花。目前这个水花是还有些问题的。white water scale、voxel size 什么，这你们自己往往看哦。这有些可以控制数量的啊，什么的。那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下，怎么样做出漂亮的水花。因为胡迪尼预设这个水花长得非常丑，哎，我绝对不用，哎，因为用了我会被笑，哎，那我们高手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自己把水花做出来，OK？好，上次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就是水花，哎，应该还没讲到水花，应该是没有讲到。我们讲一下水花有一些状态，来，我的水啊，假设这是我的水。不知道从哪里喷出来的水啊，这水它有表皮，有里面，有外面，对不对？然后它也会有一些水花，我感觉我的水花应该要再画一下，哎，该画太烂了，对不起，我们就用这个吧，哦，假设这是我的水，这有很多水花，有里面，有在外面，对不对？啊，有在表面，对不对？它可以帮你加入水花的状态。什么叫做水化状态？因为水化啊，以前有三个名字，哎，现在叫做 white water，可是以前的不叫做 white water，以前叫做什么？以前叫做 spray，跟 bubble。这三个都是水花，有什么差别呢？这是英文它厉害的地方，非常的精准啊！来，spray 是什么？spray 是主体以外的水花，叫做 spray。所以是哪什么区域？spray 是指这个区域，叫做 spray。什么叫做 foam？foam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海上面的一些东西，像这个皮周围有被沾到的地方，都叫做 foam，就是它表面上粘黏到的泡泡。然后这个水花在里面的，在里面的这个区域的，都叫做 bubble，就气，就泡泡，气泡。这三个都是水花。所以呢，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特别在做海的时候啊，这三个非常重要，一定要打开哦。不打开的话，你没办法把它区分哦。所以这三个呢，特别重要哦。通常啊，如果我有在对材质做手脚的话，我不用 bubble，因为 bubble 算的等于白算，浪费时间空间，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要怎么在这边加入这个东西呢？我怎么加入？在这边直接打个勾就好了，add status attribute 哦，它会，你看，when animal white water particle will accrue acquire bubble foam and spray 哦，就这样子。我一定打勾。好，其他这边呢，我都不怎么动了，除非你要改 lifespan 哦，lifespan 就是生命值。你要它水花活得久一点就调高，这个生命值是格还是秒？通常都是秒啊、哦。看一下，average lifespan of white water in seconds 哦，这是5秒，水花平均存活5秒钟哦。好，然后 limit 也蛮重要，limit 必须要用那个我们这个哦，我们预设这个，我先把它改成 manual，不然 copy 也变得好慢。哎，不是。在这里，好，我们刚有做，之前有做的，把 size 按 copy，然后到 white water sim，white water sim 里面把 size 贴上，pass relative，再来 copy center，copy parameter，到这边 limit center，pass relative，OK，这样就搞定了，好，确认一下数字是没对，有时候两个会弄颠倒，就看一下 size 啊，size 通常都是会比 center 等。大啊，可是如果你的东西离 center 离中心点很远的话，就是 center 会比 size 大。好，现在就搞定了。然后 force 基本上我不怎么调啊，可是我一定会调这个啊，base of action strength 就是我啊，不是我们水进来的时候有两个参数，一个是 surface，一个是 velocity，那个 velocity 就是推动水的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呢，我通常会怎么样？我通常希望水可以把 particle 推得远一点。我现在这边有个水，对不对？那水里面会有 velocity，可能是长这样。长这样，对不对？那它会产生一些泡泡嘛？那我希望它被推得远一点。它会推出的远一点的时候，它会有这种波浪感，然后是来自于它本身的，这会很漂亮哦，这个水花会很漂亮，因为它被带动的比较多了，它被带动的比较多了，有没有？它被带动比较多，会跟着这个动态带出去这样子，所以我喜欢怎么样？稍微弄强一点，50都可以啦，啊，都不要太夸张，25就好，好不好？好，velocity multiplier 先不用啊。来，这个应该就这样就好了。哦，这个最重要的哦。第一个功能，clumping，就是它结块哦。他说，animal density control 哦，绝对不开。我不知道为什么预设要开啊？预设开了长得奇丑无比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开啊。可是你会得到一个长得像比较像泡泡，就好像咖啡上面的泡泡。那你可以把它打开啊。啊，我现在要做水，我不开，因为我也不是做咖啡。这开了之后水非常丑，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看下预设的水长什么样子。这开了不能看哦。好，这个 animal erosion 哦，这个是侵蚀消散。我记得我到底有没有开，我也忘记了。反正这个不是很重要。rippling 啊，rippling 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产生水花粘在表面上的一个关键参数。特别是做海的时候，来，有时候假设这是海啊，俯视图，这是海，
不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在直升机角度往下看，一艘船它开过去，它会产生一些水花，对不对？这水花是这样。然后产生这样的一些水花，对不对？好，这水花不定义预设，非常智障。它会在水花中间产生这样一个一个洞，而且这些洞的大小都一样。就水花，它，我相信它一开始是为了想要做出那种丝状感嘛，可是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第一步就长这样，就是长得很好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跟自然界的水长得有点不太一样哦，而且每一个都一样大，非常诡异哦。的原因就来自于 replant，replant 是一个喷雾剂的意思哦。我们可以把这个 advance 打开，现在 advance 里面有个 c，然后这边有个叫 mesh radius distribution。mesh radius distribution 是什么意思啊？来，滑鼠滑过去就知道When this option enable。Distribution of replane size matches the given radius distribution. Otherwise, size distribution is uniform. 这什么意思啊？如果这东西打开的时候啊，它会去 match 它有一个东西叫 radius distribution 这个参数哦，不然的话，这 distribution 会是，如果你没有打开的话啊，size，sorry。Size distribution 会是一样的，这是造成刚刚那个悲剧，就我画的。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跑一下。不过你们电脑会很热，我觉得不用浪费时间浪费电啊、哦。你的 size 永远都会一样大，这绝对不行哈、哦，这绝对会 NG 的。所以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定义这个东西预设不打开，那这个东西预设打开，就是他都喜欢把丑的东西献给大家，让大家用预设的工具做不出好东西，好，这一定要打开。那这个 strength by speed 可能也可以来一下吧，就打开一下。其他我都不怎么动，就让这样子吧。advance 就留着就好了。好，水花的设置就大概是这样就可以搞定。接着我们就来做 cache 动作。这个 white water cache。因为它只有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这样子，每个 node 跟他说这个是 rainwater simulation 就卷 uncopy，然后再给一个 file cache，叫做 rainwater cache，我就直接 cache 把这40个而已，save to disk。哦 menu，有什么东西了？6.2，好像有东西，好像没东西的。有啦，OK，水花就这样搞定，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来不及才是。下次我来讲台词好不好？下次再讲台词，对不起。来，水花就这样搞定了哦。如果你们想要快速的算水花的话，来先告诉你们一些招式。首先，我们先用一些基本的材质好不好？来，比如说 setup，setup 不算，不要算出来，Tommy 要算出来，这样点一下。然后水的话，给一个 geometry，跟他说叫做 leak render。然后另外一个再给一个 geometry 叫做 white water render，white water render，点两下，object merge 谁呀、啊、？merge，不是他，merge 他。然后这个 flip render 必须要用这个因为这个是有做这个 polysoup，Ctrl C。然后贴上来，啊，简单给几个材质，
例如说我在 material 在这边啊，material plate 给一个材质叫做 basic liquid，OK，、okay? 然后可以再给一个 uniform volume，就你可以让水面有一些糊糊的感觉啊。嗯，诶，在哪里啊？Uniform volume，Uniform volume 找不到，不是 Ocean volume，Uniform volume，诶，我就一行眼花了。哦，uniform volume，OK，、okay. 然后水花的话不给，不用给材质。水花材质很简单，自己做。Material builder，点点线，预设就长这样子啊、哦。给一个东西叫做 lighting model 哦，就是光的方向，然后给它一个随便拿。volume，然后把这个颜色怎么调高一点？要高一点。这个 diffuse color 可以稍微偷偷再调更高一点，让它水比较白。这就是它的光会有颜色跟 BSDF，BSDF 好像是其他软体的 BRDF，就是光打进去它散出去的这个角度啊，它光会打出。光打到这个表面，它会有点 bitter 哦，就是它是一个随机性的哦，打过去它会往这边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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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知道啊，就这样子啊，这样的东西比较真实啊。来，color 接 color 哦，你看很白痴哦，这个 color 叫 CLR 是 color，啊，这边叫 CF 是 color，必须接在一起。那这个 F 呢就要对到这个 F 哦，F 就是 BRDF，哎，再呼定 BSDF，好。这样就好了，材质完成了，就这样就搞定了，哦，这就是我的 WWCD，那这个 Mat，就这样就好了。这个里面这个用的 Volume，我还需要再做一个东西呢，Flip Render，把它拉过来，这个叫做 Flip Volume Render，因为我这个也是接这一层的，所以 OK。啊，这个是必须要用 Uniform Volume，这是个基本的啊。我们到时候还会再做一次，因为我想要让你们这次可以大部分同学都会 render basic liquid，然后 white water，选 white water，然后这边的话要做一个调整哈，white water render 里面要做一些调整，这三个，这两个选起来。让它有 velocity blur，然后这个在 geometry 里面我们要做一件事哦，use normal for point rendering，就是我要它朝向灯光的那个 normal，所以我需要这个。然后 point scale 你就调看看镜头啦，镜头近你就调强，镜头远就不要调强。好，那因为我现在我这个水它有时候会碰到这个边缘。所以，我现在会稍微调整一下我这个角度，来，Point Creator，最后把这个 Final Multiply 我把它变成0.25这样，不要它太强，这样应该可以吧？然后我会把这个，对，这个强度 Master Size 把它调低，这样应该就可以。好。这样，等一下我就把它送上去。这个 point size 应该这样可以。我不确定，我们下次回来再一起看哦，好不好？再下次回来看这个数量够不够？也许不够，也许不够。不够的话，我们就要再调整哦。水花都最后再弄了哦。先把主体确定之后，我们再把它一起调整水花。好，这样应该可以了。那我就准备做一个送上去的动作，我会到 out。里面准备一些东西，其他的可以。等一下，我现在这边东西太多了，我先用 menu 啊，回到第一格，这个是 min fluid，然后 min flip，
然后我要给 GEO 哦，点嘛，接上来，哎，我就跟他说，这个是要模拟的，回来，然后再次回到 setup，看一下，flip 搞定，flip cache，这个要把它 copy，这是主要结构，copy parameter 的 out，把这个贴上去。哦，这样就完成，确定是 same，OK，然后再来是 white water source，所以这个会是我的 WWSRC，那这个因为是 source，它每一格都会自己做运算，所以我就不用用模拟模式，来，到这边 white water source copy source copy 回来 out，把它贴上去。如果你们没有 deadline 的话，就不用问我那 deadline 的东西啊、哦，就不用这个啊、哦，直接砍掉就好了。那你可以在这个做完之前，第二个东西叫 batch 啊、哦，这样直接连这几个，把它连在一起，然后用 batch 取代 deadline 就好了。batch 会等到这个完成之后再继续往下一个跑。然后这里也是 copy white water cache，那右键 copy parameter。也许我可以把数量弄多一点哦。数量弄多在这里。White water scale control the separation between nearby. Reduce this parameter,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articles. 所以我就让它变0.05试试看哦，这样它 particle 会多一点。然后 copy 到 out 里面做一个 geometry，把这个贴上去，按右键 test relative。然后这边是模拟的嘛，哈，所以模拟的话，我把它切换成模拟模式。然后最后我给一个东西叫 mantra，那我再跟他说，请你 render，哦，这就是我们通常的一个工作模式了，哦，把这东西全部设定好之后，对，我跑一次，看系统都对了，我再把它做微调，每一个东西都在微调。然后呢，这边有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刚才没有给灯光哦，所以我们需要给一个灯光。我通常都用 skyline 啊，用浴室的灯光就好。OK，搞定。下礼拜我们来看这个 render 的结果，好不好？那我们再继续把固定预设的材质跟它预设的样式的东西把它弄出来，哦，看看预设的长什么样子，之后我们再来微调。哎，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